好的，请按灯。老公，我要对你忏悔，隐瞒你当掉金饰变换现金。天啊！请亮灯。只有姐，你为什么把金饰当掉啊？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大家都在玩什么黄金存折吗？金价有一阵子走得很高吗？嗯，那因为我没有买黄金存折，但是我有发现我们家很多金子，那有很多的一些小手链、小手环、戒指。那我真心讲，因为第一，我觉得我要帮家里赚钱，嗯，所以趁金价好的时候，我把它变成现金。我个人觉得我帮我老公赚了一点钱。为什么你只整段理由听起来好像是五分钟前才想的？什么啦？所以那些黄金手链是都是你老公送你的吗？不是送我的，是我老公的。啊！我的还在啊。你的会是的，然后你的留着。不是说金价很高吗？是啊，金价很高，所以把不要用的卖掉啊。不要用的，没关系。那请问一下，他呢？他你是卖掉几条他的？卖了。四五条吧，也没有太多啦，四五条手链，然后两三个戒指呢。那你卖掉的这些换了多少现金？嗯，也还好哎，大概快10万到12万中间，也没有太多，那有剩一点点钱。那现在他们去哪了？十万好了，算十万，他们去哪里了？我们一家吃吃喝喝，一起家族聚会吃光了呀。问你，他们吃吃喝喝的时候，他们有发现？那是那一笔钱吗？当然没有啊，因为钱是我付的啊。那卖掉的钱在我这里啊，就我把它付掉。我个人是觉得，一个钱，你看金饰放在保险箱里面，它就是死的东西。那我们把它转成现金，全家一起吃完，就有一个家族的那一种很好的美丽回忆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实际。真的，因为他把保险箱的黄金拿来当掉，就变现金，然后吃进去就变成马桶的黄金。变成喜欢的样子啦！而且为什么？那你不当自己也当他的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我刚刚讲过了，他没有用。